李现孤影同台竞技，孤影化身小迷弟台上求签名，原因暖爆粉丝。相比许多男生都会这么一个疑问，到底谁是现男友，现男友是谁？因此李现也被网友们称之为现男友，在现场更是与虎牙直播王者荣耀板块的当红主播孤影组队同台竞技，在游戏中更是展现出了不为人知的超高游戏技术。比赛结束后更是被孤影评为拥有国服安琪拉和国服虞姬的超高游戏水准，一个是娱乐圈的当红小生，一个是当红人气主播，两个大男孩组合在一起，画风真的是非常的暖呢。不仅如此，孤影更是化身小迷弟，当着观众的面问宪哥要签名照。在赛后，孤影在动态更是发表了一张自己与宪哥的合影，宪哥的签名照肯定是拿到了，不仅是有签名照，两人的同框也是相当的帅气呢。也希望这两个大男孩各自的事业都能够越来越好，非常的期待宪哥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